1948年初， 张大千画了这幅仿王西蒙千里江山图。 从展品名单来看， 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自然成为他要挑战的对象。千里江山图是王希孟18岁的时候在宋徽宗指导下写成的12米长卷，青绿满纸，有河山千里的气息，也有人民生活的细节， 可以说是中国绘画史上殿堂级的青绿山水作品。可是大千临古绝对不是声音的半字过纸，他同样用卷，但是呢就把12米长的卷子改为4尺整张，而画面的构图视点都则然不同，本来是三元式的散点透视， 张大千一改就改为一河两岸的平原视觉，白远近距离拉开，所以尽管是直幅，依然可以呈现千里江山的广阔。构图上他放弃了原卷的成帘，以南中一路的江南平原景致入画，画里面细节极多，异常精巧，灵感尽管呢是从王希孟而来， 但到了大千的笔下，不管是山连江水溪流、疏林凉亭人物，和似乎是隐藏在水波中的沙鸥，都换了样子重新铺排。所谓的仿，也只是借题发挥，取原卷的精神，融汇自身的功力，变成是全新的创作。 张大千的自我挑战自然不会在这里停止，他要画面富丽堂皇，也要展现文人的雅趣。画里面保留王希孟的石绿主调，厚薄不一，呈现的是不同景物的质感。但是在岩饰的配搭上呢，就更为大胆，特别在前景树林，以多种不同的矿物颜料层层对叠，穿插交错， 画面更见的是丰富跟缤纷，他信心满满，要挑战古人，也要超越古人，把青绿提升为金碧，从宋代一直追上唐代。他在波石上大范围的铺金，在江河用金线一笔一笔的细构水波纹，呈现的是夕阳下的金光灿灿。与此同时，高士二人结伴游山， 弹琴赏樱，这个大概是大千理想的文人生活吧。如果我们看张大千画的青绿或者是金碧山水，好像无暇清秋、潼关普雪，不少题材呢都是一写再写。但仿王希孟的画，在目前传世作品所见呢，似乎只有一本。一幅画中把青绿、把金 用墨骨勾金集于一身，不论是用色的丰富度，又或者是用笔的仔细程度，都是极为稀有，可以说是大千鼎凤之作。所以这幅作品在1948年的展览里面呢，是列为废卖品。展览后由上海名流盛志飞入场，他当时呢是华上电器公司董事总经理。 而他收藏的明清书画100多幅呢，更加在1979年捐了给上海博物馆。这幅张大千除了在1983年借给上海博物馆
和北京中国美术馆展览以外呢，一直留在孙家，没有公开。到现在来到香港苏富比，40年后重新出现，希望大家有机会来亲睹此画的魅力。